盐酸混合在一起，他问你浓度多少，混合浓度，那一样公式先写去 n 等于 v 分之 n 先写。好，那我先教你一下，因为这题目是考混合浓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记下来啊，如果考混合浓度的话，一定要算什么？总末数去除以什么？总公升数。OK， 那我先写我会的部分。来，他不是告诉你就是80毫升跟20毫升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先加吧。来，答案多少？答案就是 0.08 加 0.02。0.08 就是80毫升， 0.02 呢就是20毫升。所以公升是我知道的，我唯一不知道是摩，对不对？好，先算第一个摩。来，我告诉他是 0.5 m 80毫升，他有几摩？来带公式。你不能直接加，你不能直接 0.5 加0那个3，不对哦。这也是 0.5， 对，所以这里 m 呢就带 0.5。然后呢 ，v 是多少 ？v 就是那个80毫升，就是 0.08。然后这里 n 万，所以 n 万多少？两个相乘。答案就是 0.04， 直接写上去 0.04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是 0.04 还是 0.04？ 好，再来这里也是一样，3 m 有20毫升，所以就3等于 n2 去除以 0.02。对，所以 n2 多少？就是 0.06。对对对。所以就相加 0.06。好，所以来说答案，这个下面呢就是 0.1， 上面呢一样是 0.1， 所以相除的话呢就是 1m， 所以答案选 C。这样会吗？我顺便教你哦， 0.5 乘以 0.08， 为什么我知道 0.04？ 其实很简单的概念哦， 0.5 就是二分之一的意思， 0.5 就是二分之一嘛，那就相当于把 0.08 切一半的意思嘛，那是 0.04。 好，如果你觉得很难想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你怎么想。